恭喜，这就是你的飞行执照。不过你的飞行技术已经这么好了。对了，下次蒙德城飞行大赛，我飞得太快了，谁也跟不上。哦，那么再被我华丽击败，一定要遵守蒙德城的这一句话。 原来是你啊，小可爱。明明是公，范仲除了琴之外，所以来找琴，还是说只是想来看看我？呀，你好像很擅长讨人欢心呢。那么，推荐的书吗？这个……哦，对了，是旅行者的话，会对你们有……啊，能见？那我就免……这是令……哎呀，这么说令人……啊， 是我的幻觉吗？唉，像遭现在的丽莎好像很可，真是善解人意，荣光之风吗？ 小可爱，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马乔丽小姐，最近有什么有意思的货品吗？嗯，干嘛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？这么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想要挑个纪念品是理所当然的吧？说的是呢，那今天就作为初次与小可爱出门为麻烦的工作浪费生命纪念日吧。好长。 想要纪念品啊，放心放心，这里肯定有丽莎小姐中意的，不如就让这位来挑吧，如何？更有纪念意义吧。哎，让旅行者来吗？挑一个吧，总有他喜欢的。这是冒险家协会的伙计们从遗迹里逃出来的宝贝哦，虽然破了点，但上面画的东西。 至少有千年历史了吧，虽然我是看不太懂了。哎，这莫非是北境流风考遗失的第三卷？居然会在这里！确定选择它吗？学好可就不能改喽。你可真有眼光的小可爱，这是研究古时人们对元素力理解的绝佳素材。那我可就收下了。嗯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那么。 马乔丽女士，请把温妮莎传奇。丽莎小姐原来也崇拜温妮莎大人呀，早说嘛，我这边有很多推荐的纪念品，比如这个刻有温妮莎名字的狮牙吊坠，这个温妮莎大人颁发过的骑士勋章。嗯。啊，抱歉抱歉，说起温妮莎大人，我有些激动了，原来那本书已经逾期了嘛，我还一直带在身上的。 明明看到丽莎小姐就应该想起来的，<笑>给。哎，看在你那么仰慕温妮莎大人的份上，下次请一定注意。哦，好的，没问题，丽莎小姐。那我们也该去找下一本书了。
光临猎鹿人，是两位一起吗？三位。真不好意思，请随意坐吧，需要点菜可以叫我。果然还是要先吃饭再谈书的事情吗？那当然，先做那些麻烦的工作的话，连好吃的饭菜也会变味了吧。那么严重吗？快先点菜吧，小可爱，我对你的品味很是期待哦。是猎鹿人的招牌呢，你确定选择它吗？啊，快，似乎是酒馆里最常见的下酒菜吧，因为口味比较重，还蛮受那些酒客欢迎的。确定选择它吗？啊，快，是猎鹿人，确定选择的。点好菜了吗？肉质鲜嫩，口感还不错吧，不愧是招牌。可惜我没法吃太多，保持体态也是魔女的必修课。哇，吃得好饱。哦，感觉差不多了，又要到了令人困扰的工作时间了呢。找莎拉小姐聊聊还书的事吧。几位还需要点些什么吗？不用了，多谢款待，还请麻烦把那本野猪公主。野猪烹煮？我们好像没有这道菜。是一本书啦，你借过的书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借来之后正赶上店里很忙，似乎完全被我忘了呢。真是不好意思，丽莎小姐，下班后我会自己送去图书馆的。那好，可千万别再忘了哦。小可爱，我们继续去下一站吧。这里是今天的最后一站了。哎，两位有看中的花吗？我可以去包起来。没有花香的约会总是与浪漫无缘。是哪本书里这么说过来着？你还蛮懂的嘛，那拜托你了。是要送给丽莎小姐吗？你要哪种花呢？冰雾花呀，在那边的角落里呢，千万不要直接用手拿哦，会冻伤的。你想选这个吗？只是丽莎小姐好像常用雷的元素里吧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。确定选择它吗？选好可是要送给丽莎小姐。蒲公英是店长弗罗拉小姐最喜欢的，也一直作为本店的特色。一般来说花店不会卖蒲公英的吧，又不好打理，也许店长是喜欢它轻飘飘的感觉吧。这么说来，弗罗拉小姐也给人这样的印象呢。确定选择它吗？选好可就不能改了哦。蒲公英，这里居然能买到蒲公英啊。闻起来有股琴身上的清香味道呢，谢谢你。好了，那么回到正经事上来。唐娜小姐，你知道我们来的目的吗？正经事？来买花不是正经事吗？果然又是这样，不把书本当一回事呢。白之公主与六侏儒还记得吗？那个，怎么办？我把书给弄丢了。前一段时间，我想起来还书的日期快到了，正准备送回图书馆，结果发现不管哪里都找不到了，陆陆续续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，像是被人拿走了的样子。明明我就一直放在床头的。糟了糟了，丽莎会不会做出很可怕的事来？我都听见了。如果真的是被人拿走了的话，唐娜就没做错什么哦。那么这笔账就要算在偷书人的身上了呢。
而且要付出三倍，不，十倍的代价。果然还是很可怕。这一点就放心好了，只要我还是图书管理员，就不会丢失任何一本书。我在每一本书上都做了特定的元素标记，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的。难道说丽莎其实对工作非常认真？明明平时是那般懒散的样子。小可爱，听说你也有很强的元素感知力，不妨你来试试。元素感知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旅行者，靠元素视野找一找线索吧。从痕迹来看，确实是被偷走的可能性比较大呢。果然不是唐娜小姐的错吗？又不是禁书区的书，有什么偷走的必要呢？真是奇怪的占有欲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虽然是很微弱的元素力反应，但看得出来偷书人已经把书带往城外了。小可爱应该也能看得到吧，就循着踪迹瞧瞧他的目的地在哪儿吧。元素痕迹很重，不过似乎只是偷书人在这短暂停留过，踪迹还在延伸，继续找找吧。不在附近的样子，没想到跑得够远的。缩头乌龟躲回老家了吗？应该就在这，在元素视野下，甚至都能看到魔力的流动。顺着魔力流动的方向，去把书本找出来吧。住在遗迹里的吗？蒙德人偶尔也有奇怪的癖好呢。请不要这么随意揣测蒙德人的居住习惯，我倒是觉得更像那些不讨人喜欢的捣乱分子的作风呢。从总是在地下遗迹钻来钻去的角度上，确实，但他们不会随便拿别人的东西。更正一下，至少不会拿活着的人的东西，还是深渊教团作案的可能性大一些。毕竟本来就是些神出鬼没的家伙，况且这遗迹入口的元素封印也像是深渊法师留下的魔力痕迹。是封印吗？那要怎么解开呢？该不会又要花很多功夫吧？如果这点程度的元素力就想把我拒之门外，那还真是小瞧人了啊。我们进去吧。哇，这就是工作中的丽莎。
这里面出人意料的宽敞呢。我们真的还要继续深入吗？借了书是一定要还的，谁也不能例外哦。这个如何？嘿，这刹那将是你。别逃哟！百发百中，随风而去吧！夫人，靠你了！该垫一垫了。猜得好准啊。夫人，老实点。小心着凉。兔兔伯爵出击。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？明明已经刻意隐藏。我对你们这些家伙藏在哪里可没兴趣，只是来要回书本。有时间隐藏据点布设封印，却没时间办出借手续吗？真是不懂得尊重他人工作的家伙。原来是为了那本书，没想到蒙德这种地方居然也有人参透书中的秘密。你到底是谁？图书馆的管理员。说了这么多还要问吗？请归还书本，这是最后通牒哦。居然想隐藏身份，既然如此就更不能把书拿出来了。毕竟那可是关乎那个秘密。你想做什么？这种量级的元素力你难道有？不好好听人说话的家伙就应该受一点惩罚。所以说真是麻烦的工作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自己把书找出来吧，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。
是白雪公主与六侏儒，我记得这个名字，应该就是她了吧？是的，好在书本没有受到什么损坏呢，不然的话……不然的话，难道丽莎还有什么更厉害的惩罚方式？那大概就要运用一些我在药剂学上的成果了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本书根本不是禁书区的书，所以才会放心借给一般市民啊。除了我做的标记之外，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元素波动。是啊，感觉完完全全只是一本普通的童话书而已嘛。从图书管理员的角度来看，麻烦的工作已经做完了。既然对这本书这么感兴趣，不如转借给你，期限是无限期哦。我会把你登记为保管人，而不是出借人的，这是对值得信赖的好市民的特殊福利。说是福利，怎么感觉只是把麻烦甩给了别人的样子？对我的工作有什么不满吗？果然通情达理，真想把你当成助手留在身边呢。那么今天的工作就到这里吧，我要先回去了，你也要记得来图书馆做一下登记呀。我们回来了，书的保管手续已经办好了。谢谢丽莎小姐。不过总感觉还忘记了什么事。真是贪心呢。那边架子上放着的不就是提瓦特游览指南吗？而且有好多本的样子。其实提瓦特游览指南是一种期刊，也不算是正式的馆藏。拿一本去吧，算是今天作为我助手的酬劳。今天有你陪同，麻烦的工作稍微变得不那么枯燥了呢。原来提瓦特游览指南只是抓人打工的鱼饵吗？顺便出城到地下遗迹去找书的事，真是始料未及的情况。为了补偿被卷进来的你，把这些纪念品也送给你吧。哇，是丽莎姐姐专门准备的吗？本想下次出去的时候再给你的，算了，下次的事就下次再说吧，敬请期待哦。